怎么喝不了？这刚好，明天我买呀。你想吗？靠，明知道我喝不了，还给我倒碗，简直是世仇公报，还要我提前下乡学一下养鱼技术。当晚之后，精准公粮就我这算了。两条鲨鱼都没问题啊！既然养鱼还好我提前准备了中杯、大杯和超大杯，每杯它就算沾一点，也能让它枯在钱的大电话。我操！这么狠，还要我提前叫了个老丈人代喝，从全国挑选出最能喝的五星老丈人，在他们面前是没有一个女婿能清醒这结婚的。我操！既然叫代喝，还好我提前撤走了附近的水和饮料，这顿吃辣的我就不信他不喝。天真，我还有可乐？什么？他竟然接广告？不是，他竟然有可乐？你也能拥有点击评论区链接就有机会抢一箱可乐？